为了让市民朋友更加的了解林口呢，林口区公所其实每年呢都会安排不一样的健行活动，希望能够让这个林口地区的民众呢更了解这个城市的样貌。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健行活动呢，举办的时间就是在11月23号，至于这个集合出发的地点就是在嘉陵国中，预计呢到时候会吸引超过5000人来共享盛举。为了让市民朋友了解林口，公所每年都会安排不一样的路线深入各社区角落，让大家了解这个城市的样貌。而今年也将于11月23号办理乐活林口快乐向前走健行活动，路线将由嘉陵国中集合出发，沿途经过林口高中、乐活公园至崇林国中，预期将吸引5000人一起来参与。活动的时间是这个礼拜六，11月23号星期六早上7:30，我们从嘉陵国中集合出发，然后走到经过我们的林口高中、妇幼公园，还有我们的东势市场、乐活公园，一直到崇林国中。今年的活动我们邀请到我们各学校的那个节目表演，还有一些摸彩活动，就欢迎各位踊跃参加。健行准备出发前还会发放健行护照给参与的民众，沿途会设各站点提供矿泉水、毛巾、宣导品等，并于护照上盖戳章。走完全程凭盖完戳章的护照换取摸彩券，奖品相当丰富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输筋骨摸大奖，健康又乐活。永嘉的记者林口采访报道。